Sofía. Cómo te mira, dime cómo te mira. Mir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Dime Sofía, cómo te mira, dime cómo te mira, dime. Sé que no, sé que no. 我们现在在候船大厅里，然后呢，候船大厅里有很多人都在这排队等待上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登船的这个流程啊。如果你们想要玩的话，可以记一下。你在下面呢，要把你打印出来的有一张有带有条形码和你的房间号的一张纸，一张长六的纸，然后把它弄在你的行李箱上。然后呢，工作人员会把你的行李运送到你的房间，不用我们自己拿。然后呢，他会发给你一个这个号码呢，是你等待登船的一个顺序号码。然后呢，还会有两张，就是一人一张健康调查表，这是我们打印出来的。之前要把票打印出来，然后打印出来，等登船时间到了之后呢，一般是提前3个小时开始登船，现在可能还要等一些时候。我们的行李箱啊，我行李箱已经过来了。我们行李箱很棒，我们现在进了房间了。然后呢，我们订的是一个阳台房，因为这样呢，我们可以很好的看见外面。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房间还是很漂亮的。啊，这是像宾馆一样的洗手间、淋浴，差不多的。房间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大一些，因为我感觉船上可能不会太大。嗯，这里有提供保险柜。我们去阳台上看看。哎呀，我们在阳台上啊，阳台房还是很舒服的啊。在阳台房呢，主要的好处是它可以看见外面的风景，你就不要到甲板上去了。如果我们坐内舱房的话呢，可能要到甲板上去看风景。啊，演习已经结束了。之所以没有拍摄视频，是因为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演习的时候不能拍摄。所以说呢，大家都是演习回来，然后回到自己房间，把这救生衣放在衣柜里，然后呢，我们就等开船。等开船开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我们餐上了，好，现在是前餐，尝一下。哎，我最喜欢生鸡蛋，有点甜，还是胡萝卜之类的东西。我们的第一道菜来了，他点的是一个小饺子，是吧？上面是番茄，是吗？我的是小面条，pesto。我就喜欢 pesto 的味道。房卡连到一起。如果你绑定的话，下船的话，结算的话会很快，要比你排队，做单独的房卡结算要快得多。这层就是奢侈品，就是这样。水好喝吗？啊，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卖水，人很多。然后，对，买两瓶水，一共是6.67块。6.67块，在船上的消费。通过这个房间里的这个类似于电脑的一个显示器都能够查得到的。嗯哼，我有6.67块的一个消费，消费的项目是在地点是在那个三楼的那个 bar 里边。这里是个剧院，是3层。
上下三层的一个剧院，然后现在正在演出。Supererò